老黑比赛常客，强啊！ 让他压没事。First blood. 还要预闪？你为什么不闪？这 W 到 Q 到绝对死的呀！我要预判他的预闪。 你看，搞了剑魔又骂你了，你就不能闪吗？非要让剑魔骂你，哎，搞不懂。这个 W Q 一段 Q 二段。 他闪现其实应该能杀掉我，反正不行你就 Q 闪，那你这不闪那就死了。<笑>这不是我骂的，是剑魔骂的。这剑魔这素质比较低了，死了还要骂。 还不闪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又被杀了一次，是他心态崩了。这一波打完就看得出来心态崩了。我就是短臂，他不该再上来主动打我。他就算这波给他踢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就算给他踢到，无非就是打我一点点血，对吧？ 无非就是让他打我一套，仅此而已。仅此。来两把剑，有事大就先买新虫就好了。青钢影很难打剑魔，你们打青钢影，我这把是学的翼，我以为他要学翼来踹我。正常来讲，打青钢影需要强一点线，就是你。
上线你可以直接跟兵一起走，我上线直接 A 兵，你强推线的话他就很难压了，就这样，就你不能让他，不能让他拿到线权，他拿到线权他就可以压你，他可以一直续那个不灭上来给你换血，他不是闪现直接摁错了吗？有点太他们说你是懦夫，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那你已经失败了。他其实是很又失误的，他被打得有点慌张了，已经一分了，失误好严重，他好像心态受到影响。这闪现你还不交啊？你一玩你飞出去你闪回来嘛，又不是不行。我想给他机会的，顺便我激进的看一下，我在测试他的底线，知道吧？我在测试他的极限，看看他到底有多怕我。就没想到他还是很怕我，那我下一波就要更过分了。滚雪球是什么？何谓滚雪球？滚雪球就是你在正常基础上，你每次每一环，在你拿到优势击杀了对面或者说压制对面的情况下，你下一次要做的比上一次更激进，这是叫滚雪球，知道吧？就你一次一次的试探对面，你发现这个家伙他有些地方有问题，你就照着那个地方一直去突破就好了。慢慢慢慢，你就会发现对方的开始就越来越打不动你。我需要好找一下就没了。我操，他的大招好杀，这就没办法。塞纳放了个打，他终于摁闪了。你终于摁闪，这塞纳大招有点烦。 QQ 直接给我踹死。为什么你还要回头？
已经是一个最坏的结局。 肯定能秒他，他好像不太懂得，很多人不太懂得算剑魔那个秒杀伤害。其实剑魔的秒杀伤害，你跟他对线对多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操，你就回来踹我一下什么意思？你把自己的这些，对吧？你也不想活。 人家提过来是，又是这路线的老，我去中路让他们打，对吧？ 算好，那个盾差一点点死，猴子不来我应该死。好多次被剑魔满血一套秒，船长被秒是因为你太脆了，而且你可能打的有些剑魔它是带点燃的那种。 那他就杀你就更容易了，杀你能不容易？我操，你们居然不拆这个塔，难以置信！<笑>这你又拆了，上路不拆你拆中路，这就有点亏了，大成。不跟他细跑。 他只想单吃，是吗？不知道，他可能想把这个塔留给我。够了，看能不能拆掉，应该可以。10秒钟够了。秦刚，你这英雄是真难受。他只要前面对线一劣势，那没办法玩。 知道自己被扣到有可能会死。嗨。秘密搜查官，这秘密搜查官他最后的结果都是我就不多说了，懂的都懂，不懂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 对啊，这秘密搜查官他最后的结局都是知道的。<笑>这发问号干嘛？发问号，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哦。我操，鬼术妖魔真恐怖！冲出来一个剑魔，直接给他秒了。Hello， 假装看不见，又回来了。你细说不太懂。 无聊、无趣、无用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